真的残酷吗？或者温柔才是可耻的？或者孤独的人无所谓，无日无夜无条件？前面真的危险吗？或者背叛才是体贴的？或者逃避比较容易吧？风言风语风吹沙，万千一步是黄昏，等候一步是人生。风不平浪不静，心还不安稳，一个岛锁住一个人。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，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，未来不在我还在。如果潮去心也去，如果潮来你还不来，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，回忆回来你已不在。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继续，漫漫人海狂风暴雨。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生一世如梦初醒，深深叹息。